在九江洋街的旧时光里，寻吉书房静候您的光临。这栋1912年的俄式红楼，曾见证过历史风云，如今化身为知识的殿堂。展陈的5000册文史图书、浔阳楼、琵琶亭、白鹿洞书院等文创精品，诉说着九江的深厚文化底蕴。坐在窗台边的小卡座上，在书页翻动间，让时光慢下来。这里不仅是阅读的角落，更是文化与精神的家园。能让每一位市民在书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满足。在九江洋街的旧时光里，寻吉书房静候您的光临。这栋1912年的俄式红楼，曾见证过历史风云，如今化身为知识的殿堂。展陈的5000册文史图书、浔阳楼、琵琶亭、白鹿洞书院等文创精品，诉说着九江的深厚文化底蕴。坐在窗台边的小卡座上，在书页翻动间，让时光慢下来。这里不仅是阅读的角落，更是文化与精神的家园，能让每一位市民在书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满足。